刚才呢是我们德云四队的两个中流砥柱哦，一个叫张九龄，一个叫王九龙，九字科的哥俩说这么一段叫舞台轶事，是多好啊。嗯，让他们哥俩下去休息。嗯，这场把我们哥俩换上来。哎，我叫郭麒麟。是，哎呦，谢谢。哦，得了，谢谢。你们是有事儿求的呀？你没事没事，太捧了呀。于小宝呢？于小宝来了，我说爷们，他说的是户口本上的名字，没听说过。我艺名还换个姓呢。嗯，这是个秘密啊。压根儿不是，它是个秘密。嗯，这个呢，我什么包袱的家伙，他们喜欢。我叫郭麒麟。哎，你就指他们活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几位得保重啊。我跟你说，我挺乐意过钢丝节啊。旁边这位，嗯，我的好搭档啊，他叫严鹤祥。哎，行，我也指他们了。也是他们，咱哥俩挺不容易的啊。啊，跟贺翔师哥合作了4年，差不多快4年了。嗯，在一块儿啊，真这话这几天我总说，怎么着，真是确实也是我心里话啊，人家一直在带着我。对，您老是挣你们家钱，这就是啊。嗯，咱别这么说 啊，咱就说您的业务能力啊要比我强。您老这么捧我都骄傲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哥俩不光是台上是好搭档，嗯，台下也是好朋友，对，好哥们儿，是我们哥俩感情特别的深啊。因为认识的特别早。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哥俩算是发小。我也太贪长了，我呀。您各位看看我们俩的模样是发小吗？这个真的啊，小时候一块玩嘛。是吗？我小的时候就跟他玩了。有你那年我都初恋了，我是吧。那个时候我想想啊，嗯，那是我们家刚搬到北京来的时候。哎呦嚯啊，我爸上北京住，嗯，跟人家住对门啊。那时候我们是老邻居，住在胡同里头嘛。嗯，就跟人住对门。你看看，在一块天天的跟人家玩。嗯，这就跟我亲哥哥一样。嘿，对吗？嗯，老北京话叫铁瓷，有这么说的。就我们俩这关系是就这么好。嗯，而且老北京话还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，说这俩人要好啊，嗯，就是光着屁股跑道大的。有这么说的。这在我们哥俩身真事儿啊。对，在我们哥俩身呢，真事儿。戒严的时候我们就不出来了。哎，我们哥俩小时候就光着屁股在胡同里跑。没错，那年我6岁，他21。对，啊，对，我后来因为这个劳教了3年嘛。我是个流氓啊，我是个。你别流氓啊，像话吗？21有光着屁股跑的吗？红心，你看像什么可以啊？这多大一福利啊，给胡同里边这个。这什么福利？这是没有拿杀虫剂喷你，去了吧！21就不能光着屁股了。哦，那是。您6岁也不能光着屁股了。我那说你童心未泯，这不能这么说，是不是啊？好极了，哎，好极！那什么交情啊？撒尿和泥的交情。哎，这话对啊。凭什么呀？我是逗哏演员。他说您疼我啊？我撒尿，他和泥。对，我给他们家糊了一套餐具嘛，后来啊。啊，凭什么给我糊餐具啊？用到现在了，一直去你的吧。啊，都给他们家送回去了。啊，补充氮元素，你们。我怎么说呢？嗯，我怎么说，啊，就我们哥俩就怎么好啊，就这么好。哎，嗯，人家在我们家早先在北京头开始，啊，没钱啊，天天的就人家帮着我们。嘿，真的啊。嗯，啊，真是人是我们的大恩人。你们家有钱了可没回报我啊。是吗？回报你了，欠条我还留着呢。没有，回家赶紧撕了吧，没用，啊，没用。凭什么呀？钱都花完了，要他干嘛？嗯，这个就是他们家的逻辑，我跟你说啊。我哥啊，真的啊，为什么说人家能帮我？嗯，人家在北京那有头有脸儿。这不敢说啊，北京的大人物多了。不，那您得算大人物。不能算，我算小人物。小人物，小角色。自谦啊，自谦，人家在北京，嗯，那是家族。对。老严家有家族啊，对不对？多亲戚，没家族是孙悟空那人，您说的。家族有历史啊，对，对吗？啊，对。老严家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好几万年了，知道吗？周口店有一个北京猿人，那头骨那是他姥爷，没听说过。这都谁告诉您的呀？你姥姥告诉我的。没听说过，周口店的头骨那不是我姥爷，那谁？我不认识的，我知道是谁了。我管得着的是谁吧？我以为你熟呢，我没听说过。不是那个，那不是我姥爷。到底生活多长时间？我们家在北京100多年，100多年。这叫什么呀？啊，谣言就是这么起来的。这什么谣言？人家说100年啊，背不住他跟朋友说，
这朋友再跟别的朋友说，张嘴就200年。哎呦嚯！翻一番，要了亲命了。传到我这儿都好，生活好几万年了。完了，我们家房子70年。是是、啊，你别说这个、啊。嗯，我一想这，我琢磨也是，你说100年那就合理了。嗯，我之前还想呢。哦，我说老严家在北京生活了10000多年，怎么才刚繁衍3代呢？好，嗯、你那性成熟太晚了。啊，一家子全是奥特曼，没听说过，受得了受不了？什么玩意儿？好几100年啊，100多年，100年，3代人，代代皆为英才，这更不能说了。您老客气可不行、啊，都是一般人，这不能啊，真的啊。那家里头，嗯，家里在别的不提，他父亲啊，我们老爷子了不起，嗯，真的啊，没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哎，都知道啊。我搭档严永祥的父亲，嗯，詹姆斯先生，我就知道整个这个啊。行，别来就怎么？我姓严，我爸姓詹姆斯。以前你不老这么夸吗？没听说过。你爸多好，你多好，那像像话吗？还转会了都啊？是不是詹姆斯？我姓严，我爸也姓严，也姓严。你姓郭，你爸姓约翰，你乐意吗？这。我爸那个儿像打篮球的吧？你爸、哦，你爸撞上科技盖、啊。去你的！严老先生，嗯，严老先生，不要乐了、啊，不要乐、哎，这个并不可乐。哦，严老先生，嗯，太了不起了，是啊，这一看就是个贵族。哎，这倒是，上流社会好，穿来穿往的贵族，嗯，是不是？哎，穿着打扮啊，跟普通人不一样、啊。你给介绍一下，真的 啊，你再有钱买名牌，人家不买名牌。哦，怎么着？自己家里做。哦，有衣服，家里有裁缝，哦，知道吗？是穿的衣服啊，貂的，哦，水貂做的衣服，知道吗？这不推荐啊，这个啊，裤子啊，貂的，也水貂的，嗯，鞋啊，貂的，哇，帽子啊，貂的，手套，嗯，貂的，口罩，嗯，貂的，围脖，貂的，哎，眼镜，貂的。您就不说说内衣了吗？就说了啊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我爸，这就一只貂儿，这个。我爸爸呢？藏里头了。没听说过。这么形容你爸爸？没听说这貂儿还出来 cosplay 了，还不是？不是 cosplay，、你爸爸他不是穿这玩意儿，他显有钱吗？貂儿都有钱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穿这一身，这得多，这多少貂儿攒他一个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见天的好，跟大街上走，嗯，头里走那好胡同里，那孩子都傻了，没见过，没见过这样的啊！他爸爸头里大摇大摆的走，嘿，后面那孩子，他跟他后边追啊，哦，都后边追啊，后边一边跑啊，都光着膀子吃着冰棍儿。哎，这是夏天呢，这是，您先等一会儿吧。啊，6月3伏，我们老爷子穿身水貂出去的。这有钱啊，这没听说，我该抢救了，这都体验生活嘛，体验貂的生活是吧？对不对啊？你这一看这就太大善人，这什么大善人了？夏天你貂一身毛多热，给他扒了我穿什么？哎，对了，然后貂跟咱俩光着屁股跑去是吧？对，这是你们家，嗯，到我们家，我爸也穿貂似的吗？哦，那也差不多。我爸穿貂难道不找裁吧？得穿小号的啊！去你的吧！嗯、这养貂知道吗？哦，给貂养大了，还在繁殖一块儿，繁殖了，就繁殖啊！没听说过，你爸在跟貂繁殖的哦。你看，他说的就比我说的牙碜多了，就啊哦，就这么繁殖的是吧？没有，你这个动作比较快乐呀！去你的吧，小快乐啊！这我爸跟家养貂似的，貂养大差不多了，哎，可以了，给皮扒下来，哎呦，爸往里一钻，哦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这就行了，穿上貂皮了，哦，就这样啊，不会躲着你妈是吧？去你的吧，我妈也买一个穿上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，哦，真是让人羡慕，让人羡慕，是让人羡慕。您说太荒诞了，这个不荒诞，哪有这事儿？这有钱人的日常不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有钱的日常是你们家那样的日常啊？我们家算有钱吗？哎呦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嗯，这是您父亲啊，他儿子也好，我那小子，他小孩，今年多大岁数？今年三岁了，都三岁了，三岁了，好家伙，三岁，亏心不亏心？不亏心，不亏心，不亏心，三岁孩子啊，哎。我说我儿子，你们乐什么呀？你们，他们不亏心，他们不亏心，对他们有同案的，嗯，什么叫像话？啊，三岁小孩啊，嗯，也就这么高吧，差不多，也就这么高，嗯，好家伙，长虎头虎脑的，是跟严永祥一模不一样，哎，没听说过，跟我一模一样啊，一样吗？哎，遗传基因很稳定，对，一样，我长坏了，对，都很英俊，你也不懂啊，嗯。小英俊吧，啊，你们一我也说过，哎，小英俊，好，三岁孩子啊，腿脚特别灵便啊，那是啊，好，地上出溜出溜，好，来回跑，跟土行孙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土行孙，土行孙那是你爸爸那阵，知道吗？像话吧？不会听着，我这有这么形容人吗？出溜出溜跟土行孙似的，您大爸说跟博尔特似的呢？
不是说你孩子可爱跟谁也似的吗？别土行孙子啊！雷震子行吗？咱说有人模样的行不行啊？杨戬要哪个？说一好一点的，好，这个太好看了啊！小孩跟小哪吒似的，哎，这还差不多，是他，就是他，银娃娃似的。哎，我们的朋友小哪吒啊，就是他们这小宝贝儿，乱七八糟。哎呦，我看着孩子高兴啊，因为我不是外人啊，嗯，因为我们哥俩关系近，对，哎，要拎着 啊，我是这孩子干爹。哎，我们差不多这个辈分，对啊，这孩子好一会儿，嗯，我看着孩子，我就跟看自己亲生骨肉一样。别这么形容，知道吗？还嘛，跟你亲生骨肉似的，就是啊，是没听说过。咱比如，比如说，就这么亲啊，哥就这么疼我这小宝贝儿。嘿，哎呀，看这小孩多可爱啊！啊，哎，您这不用，你看，叫干爹，叫干爹。叫干爹，哎，怎么不呛的没投币可能是啊？叫干爹，我不是叫干爹，听见没有？干嘛你？吹吹别吹，干嘛你？我们孩子招你了，这是倒霉孩子，没听说过吗？叫干爹抱一豆，你这。我说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别来了就。干爹给你把脑袋捡回来啊！嚯，要亲命我，您是我那是养一娃娃，我在这是吗？受了受不了，孩子抱一小洋娃娃，你娃娃脑袋掉，你把气儿都弄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把你那娃娃掉了是吧？那不是他的娃娃那个啊？这小孩啊，嗯，不懂事。行了，哎，小孩他不懂事，是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懂事，对，净玩他爸爸玩具，你说这玩意儿，对。这你爸玩剩下给我的呀，这这对我传授着，那可不嘛。咱就说呀，不好洗，你知道吗？行行啊，我求求你了。行了，太恶心了。哎，咱们这个，就咱们这小宝贝儿啊，啊，跟你一看，我说以后绝对能继承你的衣钵。干嘛也说相声？当然了，学点好吧。什么吧？说相声不学好是吗？啊，说相声。对，艺术工作者。小孩好极了啊！真的啊，嗯，以后这孩子怎么着也我收了。爷你收了，我收他当徒弟。不是，您先等会儿，我听这话茬，爷你收了，您现在就收徒弟了，已经多新，现在俩了，算你这都仨徒弟了。就这我怎么不知道这个？你知道不了？我就知道你爸爸今儿晚上又谢师蒙人徒弟钱，怎么你什么叫蒙人徒弟钱啊？人把 iPhone 6的钱都买了，都买 6S 都买戒指了，都没有没有没有，嗯，这得这么说，嗯，为什么我们后台有这样的规矩啊？你比如说我爸郭德纲，我那不能拜我爸，我得拜于老师，得拜你亲爸爸。哎，对，哎，这个梗已经说了四天了，知道吧？我都不想再说什么了，我都已经对啊，不是，重要的是说三遍就够了，说三遍就够了。不是、哦、就说了四遍了。对对，嗯、这个事儿呢，嗯、就好多。你比如说我们后台好多人，嗯，你像什么岳云鹏啊、罗云平啊，嗯，哎，他们呢都有孩子。对，之前那个他们媳妇儿，我们这俩嫂子怀孕时都说了。对啊，就指腹为徒啊。哎，以后我们这宝贝儿生出来之后啊，哎，给你当徒弟。是，结果俩人都生的闺女。嗯啊，入货。这不用你们说啊，没有，这都留给我弟，留给我弟。嗯，这个看着我这哥哥样来了吧，是吧？你们这爷儿仨没一个好人。咱这玩笑啊，那阵老说谁想要一闺女，就让他们孩子拜我，都是来一闺女。我们这谁得了闺女都哇哇哭啊！跟你说，后来是这个我师弟冯兆阳啊，冯兆阳生了一小子，哎呦嚯，这小子拜了我了，哟，这破例了，这个那算我徒弟，也得换换口味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先生出来才说拜的我，哦，之前也不敢说，你看看啊，这他们这小子算一个啊，然后呢，如果你儿子拜我，这又算一个，这俩了，我还有一个啊，还有我最疼的最爱的我大徒弟啊，啊，大徒弟，哎呦，这宝贝儿太好了，是啊，我最喜欢您大徒弟，您喜欢，我太喜欢了，哦，知道吗？就我们这孩子啊，嗯，咱别不长了。长相啊啊，绝了，知道吗？长相都绝了，这人长得绝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绝了就？就啊绝了啊！哎，这气死潘安不让宋玉，
是哪国人？您说这是啊？难了一点，对历史一点研究没有啊？这中国古代两位美男子哦，潘安、宋玉，潘安之貌哦，知道吗？比划您自己干嘛呀？我也是啊。是啊，您亏心不亏心啊？长不亏啊，长得别提多好看，长就这么英俊，小男孩就这么精神，呵，就这么帅啊，跟他是我一样啊。哎呀，呵，好极了啊，长得好看，嗯，你说那太远了，嗯，近一点了，你像什么这个，这个什么这 EXO 知道吗？您老说这我不知道，你就别瞎说了。什么洋酒啊？这是？你就别瞎说了。EXO 啊 ，EXO 啊，啊 ，TFBOYS 啊。哎，这我知道，好，这个特别好啊。差点说错话那些啊。这都是花美男啊，对，这都是我爸爸，这都是。太客气了。嗯，长得多好看，就这么英俊。那小孩一个个啊，跟我徒弟边上边去。不，您徒弟就跟这些个似的。太帅了。哎呀呵。什么鹿晗啊，吴亦凡知道吗？都知道。我都知道，都知道啊。知道，跟我徒弟一样。嚯，赵又廷、彭于晏啊，那我情敌那是啊，你知道吧？嗯、一波一样。是啊，尤其赵又廷啊，把我徒弟跟赵又廷放一块儿，高圆圆分不出来啊，哎，分不出来，不知道哪个是赵又廷，哪个是我徒弟啊，就这么英俊，长得太好看了。呵啊，小都敏俊知道吗？呵，小都敏俊，你说这个日本人，这是如果日本人吗？小都敏俊，韩国人，嗯，赛教授，哎，知道吗？赛教授就比教授声还大呗，那当然了。啊、还有那谁，那个脑子知道吗？脑子也好，脑子太好了。嗯，小爱因斯坦，哦，科学家，活爱迪生，哦，把爱迪生整活了都。哎，小居里夫人，哦、您这公的母的呀？您这是，怎么出来小居里夫人？这脑子跟居里夫人一样，哦、就跟那诺贝尔奖得主似的。太对了啊、哦！就这么好，就这么多官衔，太厉害了。您这徒弟还活着吗？你看这人说话。我夸半天，我徒弟死了。您这什么？您这都说都邪乎了就。嗯，这前面什么什么这欧我不知道那个，好赵又廷，什么吴亦凡，嗯，长这么英俊，哎，脑子嘛还好，跟爱因斯坦似的。对，就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这样的人，就是。不，这算我没说，算我没说啊，就是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 啊。各位想看看不想看看？哎，把您这个如花似玉的宝贝徒弟牵出来，不是领出来，我们看看怎么样？啊，你会说人话？我们观赏玩一下吧。请出来，行吗？不让玩啊，哦，只能赏。哦，只许看啊。对对对，哦，行吗？行啊。那我叫他出来，来吧。我喊喊他。嗯。别扭。嗯。您先等一会儿。别扭。您先等会儿。您这徒弟叫什么？叫别扭啊。别扭什么名字呀？这是你不知道找别扭吗？哎，我找别扭呢。我要找一找他。好，您叫叫吧。他就在后台待着。哦，因为我记得刚我还看见，刚才他还跟这儿呢。哦，在这拉屎，刚才看见。这是个疯子呀！别扭。哦。别扭。哎，别扭。哎，到时候唠一块喊别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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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些人叫都找不着。你等这句啊。嘿，你说哪儿去了我这个爹？行，你别买了就。太帅了。不是您把您徒弟叫上来吧。叫这就是。这就是您徒弟啊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是您徒弟坐骑呢，这是我以为。这是人，这是。什么玩意儿这个？这是灵长类动物。我们都成了精了这个。这多好这个，这在国外这都有外号。什么外号？站起来的霍金。哎。您让他还是趴下吧这个。站起来祸害的更多。您把您的眼珠子抠出来，该洗洗了，知道吧？就这，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目视前方，目视前方就可以了。好嘛，要了亲命了。赵又廷啊，他该做绝育了，我告诉你啊。吴亦凡，这什么？这是吴亦凡，赵又廷啊。吴亦凡，吴亦凡，赵又廷躺着过辆卡车压八回，起来都比他漂亮，我跟你说。你看没羞没臊的。你这么说没劲了，听出好赖话了。我们徒弟可能说长相没有那么、哦、行，我也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行行，哎，看清楚，哎，行，哎，拿着，啊、哦，对，哎，给我们徒弟来，一生有你，要不？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哦，行啊，拿着吧，啊，你这样，啊，可能我们徒弟不是说长得那么惊艳，啊，但是他智商绝对高人一等，还有智商的是吗？当然了，哎呦，我都替着小兔难过，我都啊，别，啊，不难为，可以了，行，玩会得了，他要，啊，你也手势不太好，是吗？这个他要喷火是不是啊？喷什么火呀？哦，起飞还是？没有，长跟史矛革的兄弟似的啊！
魔戒是怎么着啊？我长得跟霍比特认识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个 我告诉你，我说我干什么？嗯，这个我们徒弟，嗯，就这么帅。这就是将来我儿子的师哥什么的。对对对 对。我的个天哪！我还是别生儿子了，孩子啊。哦，行，这我能跟他交流一下吗？太好了，可以是吧？我们徒弟就爱跟别人交流啊。我们徒弟，哎，这人啊，嗯，特别的通人性。狗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有这么形容人的吗？善解人意。哦，行，他是个暖男的意思。哎，哦、对，他是个暖男。行，哎呀，这我心脏病要犯了，你看那边就可以了。哎，行了，好嘛，您、哎、也不忌口，我说行，看在红点上了，看红点上啊，行，嗯。可以跟他说说话是吧？可以说，但是啊，嗯，哥，你记住了，怎么着？跟我徒弟说话，嗯，你要有分寸。怎么着？千万不要说文言文。我说文言文干嘛？哎呦，我们这徒弟你也看出来，他是古人转世。哦，不是转世，他就是个古人啊。你知道吧？他这个脑子天天，哎呀，你要说别的，哦，聊点那个微积分啊、代数什么的，可能反应一秒左右。哎，那我都不会，不用那。不会是啊？你看头盖骨像我姥爷，我感觉。北京猿人似的。嗯。他你要说一说文言文啊，哎呀，连课本都不带打的，是啊，腾腾腾腾腾啊，这么一说说半天，知乎者也，你听不懂，啊、我也不问那个，我都得查字典去，你想想，哎，得了，行，我们这宝贝太好了，嗯，知道吧？行了，我可以跟他说说吧，非常安全，可以非常安全啊，你要这色儿吧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来啦，来啦。罢了，这是活的，这还是啊，死了不臭了吗？行，那电还挺足，倒是啊，这个我们还充电呢。跟谁来的呀？跟师傅来的。谁是你师傅啊？贪。哎，行了，别美了。嗯，您这徒弟把你给贪了啊？他把你给炸了都。这我问他，我说谁是你师傅啊？他怎么说呀？他指你，他说贪。这是你没有学问，这还跟学问有关系啊？什么叫贪啊？啊，上面一他，底一个心，嗯，表示对第三人称的尊敬，哦，尊敬我，才把我贪了呢。尊敬人都一贪一贪的，这不就？啊，行，您这个干嘛来了呀？说相声来了。我们这行是要完，我跟你说，这模样都说相声了。这个会几段啊？会三段了。就这和爱因斯坦的这个，这不识数，这个行行，基本绘画呀，倒还能应答。我要稍微问点别的啊，你贵庚了？吃饭了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问你贵庚了？吃了炸酱面。我问你贵庚了？还有蒜呢。行了啊，漏了漏了，嗯，漏了，怎么了？漏了。落补上啊？什么补上啊？您这什么爱迪生啊？整个二傻子，整个一个。您这是什么比喻？这像话吗？您这啊，就刚才往这一站啊，嗯，我问他，我说你来了，他怎么说呀？他说来了，来了就是来了呀，啊，多好啊！这句没毛病啊。我说你跟谁来的呀？他说什么？他说跟师傅来的。我是他师傅。我说谁是你师傅啊？他说他指你，他说贪。跟你解释了，尊敬我呀。这都没事啊。啊，我说你干嘛来了？他说说相声来了。来了就是说相声来的。我问他会几段啊？他说您看您这徒弟手势啊。会七八段了，怎么说会三段了？啊，对对啊，对对对，会三段了 啊！我也听差了，我说，往那给气的。我还想，我就教三段啊，这多，这就相对论啊！这什么相对论呢？这个相对论，撂下吧您这，这都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这我不掰扯，不说。哎哎，最后我问他，我说你贵庚了？他说什么呀？您这宝贝徒弟告诉我吃饭了，几点了还不吃饭？几点了？你看看表，3:40了都。该吃饭了。他说吃的炸酱面，饭里最好吃的就是面，还有蒜呢。这个面里最好吃的就是蒜，我徒弟就爱吃蒜，吃多了就蒜。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，你也是个混蛋啊！我怎么了？贵庚了，吃饭了，吃的炸酱面，还有蒜呢，这对吗？这个是啊，这是问吃饭的事儿吗？这不是人话呀！你挺大个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呢？不是，这谁说的呀？这不你说的吗？这不是我说的，他是居里夫人说的。不能，
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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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啊？真是他，我徒弟说不出这话，你这叫诽谤。我诽谤他干嘛呀？你是看着他好，对吧？你嫉妒我？我有病，我看着他好，你也想拜我，对吗？这去你的吧，就是他说的，不可能，没，就是他说的，没错，人观众都听见了，听见了吗？不是你们也是，你们居里二姨是怎么着？你们这都是，您自个儿问问，您自个儿问。哎，我问，万一我孩子不说这话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赔礼道歉。你说的啊？行，我赔礼道歉。赔礼道歉啊？啊，行，请我们吃炸酱面啊。行，你来，你问问这什么玩意儿？真是的，你问还能那么高？你真是，你问问，我们孩子可能犯这错误吗？你问问，还真没准儿，你知道吗？你问问，你问就知道啊。嗯。你看头里头，看头里头，看你肾的哈。开始哈。哎，来啦，来了，嘿，他都来了。你美什么呀？这个，这我刚才问了，这往下问啊，往下问啊。跟谁来的呀？跟师傅来的。你师傅是谁呀？您。你看见没有？跟你说，他跟我说您。啊，行，妈个，往下问啊，往下接着问啊，还差不多啊，不行，问啊，来干嘛来了？说相声来了。会说几段了？会三段了。行，完了。不行，问贵庚了啊？就问这句，我给你留着脸。不行啊，真说着你怎么办？问贵庚？问啊，我听了。徒弟，听仔细了啊！师傅问你，贵庚了？吃饭了？哎，完了吧？这我说的，各位怎么样？你没听见？再说也这个，你再问啊！你看你这么多叔叔阿姨捧你，你可争气啊！争气啊！贵庚了？吃的炸酱面，听见了吧？这，你再问啊！你再问。贵庚了？还有蒜呢？哎，完了吧？各位啊，听得真真的，那儿有录像，知道吗？啊，一会儿把录像机砸了，我告诉你。这就您徒弟这个什么玩意儿？这行行，我们知道错了行吗？我们知道错了行吗？早该知道错了，我们认栽。您赶紧教教吧，你什么玩意儿？不能让你看笑话，看半天笑话了。我们徒弟犯了错误。行了，你要那么撂下吧。啊，我都想起五十度灰来了，你把这放下了吧，放下了。撂，这样，嗯，小鹿乱撞这个。哎，行了，这样，您教教吧，赶紧。你这撂，你还给人腿劈坏了。行，别看头了，我不能让你看笑，我得教育他。我无所谓，人观众看了笑话了。你还是拿着吧，没刀没料的。哎，站好了！我在家里头怎么教的你啊？哼，啊！师傅刚才怎么夸的你啊？吴亦凡、鹿晗，你跟你不一样吗？你怎么这样了你？您就别提那个。师傅给你捧的乌丢乌丢，你把师傅摔得啪嚓啪嚓的。就是，师傅这个捧一回容易吗？你看啊，在家我没给你讲过课吗？出门在外别瞎说话。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，你瞎编什么呀？你出门在外丢的是你的人吗？你丢的是师傅我的人啊！啊！我在家里告诉过你啊，天天上课讲的都讲的什么呀？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人不言自能，水不言自流，金砖何厚，玉瓦何薄啊？子曰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；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求为可知啊！啊！列夫·托尔斯泰曾经说过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这是托尔斯泰说的。你全忘了吗？圣人的谆谆教诲，你对得起海淀的莘莘学子吗？啊，他对不起朝阳群众的都。你对得起海跑吗？你哪都对不起，你更对不起我。说你不白说你，以后不能让你在外头丢人，知道吗？今儿我得教给你，以后再有这样问你贵庚，你就别瞎说了。什么什么吃饭了，吃的炸酱面，什么还有蒜，那一概都不对。对，别人再问你贵庚了，嗯，是问你什么星座。
巨蟹。行了。还巨蟹呢？你看，巨好巨什么玩意？你真拿自己当暖男了？你这吧，撂下吧，撂下吧，还巨蟹的？你脱个家钱的呢？撂了，这一边去吧你。顾家，别顾家了就，哪有家呀、啊、你？行了，你啊，郭麒麟，啊，从十号咱开的幕吧，到今天，你丢人丢到家了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钢丝节这个。我们行话叫水牌子呀，网上的节目单，您观察一细节啊，每天都有的演员，除了我师父郭德纲，就是他，每天都有你，这你各位都看见了，人观众人这么多观众为什么买票看你啊？为什么节目单每天都有你？帅，您亏心不亏心呢？这都是观众的厚爱，你知道吗？还美呢，你对得起人观众吗？你爸捧你让你跟这演出为什么呀？要不您上来咱俩一块儿说去。什么玩意儿，你钻研点业务行不行啊？每天烫个头还挺美，你看你看。你跟你师父学点好行不行啊？全国都知道你退学了。多念点书不好吗？再说退学也行，您钻研点业务，您背背报菜名，你背背地理图，女朋友一礼拜换六个，你都活不到24，我跟你说，你毁了吗？你这不就是，您那么多星二代都出事了，你也别出事了，怎么着啊？你别坑爹了，这玩意儿去。我没法说，你说这少东家你也没法说，说多了也不是，说少了也不是，你完了你，我早就该开除了，我跟你说。行行行啊，少您自个儿想想吧啊，想等会儿你爸来了你自个儿想想吧。别乐，居里夫人，我再说说你吧啊，别乐了就，不是你有没有点智商啊？你这玩意儿啊。不是你把他护照是不是撕了？这孩子，这孩子像智利那边了，我看着。不是咱你哪儿来的？你是我怎么这么多年没见过你啊？这啊，要亲命了！不是孩子，不是我跟你说说啊，咱们这个我也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啊。这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咱干点什么不好啊？你打爸说，你说咱打个字，咱学个棋，开个车，这是个手艺，咱学什么不学？咱非学说相声。按说我在这我不该说这话，别学，这行有好人吗？这行再说你学也行，你跟谁学？你拜个名师，投名师访高友，师不明弟子拙，你跟谁学吧？你跟他学，他爸就是个骗子，你跟他学什么玩意儿？你这玩意儿你学这，你这么学就毁了，你这样的。再说现在这一辈都独生子女，你说你这字毁你爹妈怎么办？你毁的不是你自己，你毁的是老尖儿。你长点，我说着你听见没有？我说的，我没法说你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你看你今晚说还什么赵又廷、彭，您这模样您像那个吗？您这老学这都毁了。这观众也会说也惯着他们。行行孩子啊，别的我管，我叫严鹤祥知道吗？啊，我叫严鹤祥，别的孩子我管不了你啊，你该怎么着学习什么的。但是今儿这贵庚了咱得说清楚了，我那小外甥今年6岁，我问他贵庚了，人孩子都知道，你这么大个你不知道这个，别出去丢人去。以后记住，问你贵庚了不是问你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还什么什么星座，这都不对，贵庚了是问你罩杯是多少。A 杯，你说的对呀、啊，我也不对，多信我都好奇，你那6岁的小外甥怎么回答你的？真是，行，不对、啊，多新鲜呐！哦，师傅刚才脑子蒙住了，我知道，是哎，哥，跟你一样平、啊，我都知道了。
我都知道了。刚才啊，刚才我说错了。嗯，那个贵庚啊，是问你多大了？还是罩杯吗？对吧？啊！那你多大年纪了？哦，年纪啊。你多大了？我多大了？好，这还用教什么的？这课我忘给他上了。这又上吗？这个来来，今儿引导你一下啊。嗯，听这个啊。你去年17，那么你今年就16了。嘿，好嘛，你这适合给美容院做广告，你这个什么长头啊？这个啊，16，惯养王八越养越臭臭。您这个，你今年应该就18了。哎，再问你一遍啊。啊，贵庚了？18。属什么的呀？黄花鱼。嗨、哎，怎么糊涂车的？哎，又犯老毛病了吧？知道就说，不知道别瞎说。再说这你不应该不知道啊。在家师傅给你上过这课呀，48个属性里哪有黄花鱼啊？有48个吗？怎么12个？裁员了是吧？哪儿裁员了？12个属性里头能有黄花鱼吗？对，你属大马，知道了吗？问你啊，贵庚了？18，属什么的呀？大马。行了，我们孩子一变零。哦，这是个药，这是个，你知道吗？说完就行，我问问行吗？当时就记住。我问问啊，行，我知道这个啊。贵庚了？18，属什么的？大马。贵庚了？18，属什么的？大马。贵庚了？18，属什么的？贵庚了？属什么的？贵庚了？属大马。18，大马。行，18，哎，大马。血泪控诉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18，哦，刚18，大马跟大马，别说了，看见18，哎呦呦呦呦呦，看见键盘跟鼠标是吧？行了，行，可以了，行，宝贝，我知道大马，我知道是大马，可以了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。这个也不好找，这个行了，哥，大马，我知道，可以了，行了，行，大呀，大马，哥，行了啊，你真烦人，哎，你这我们这孩子说话这都烧脑，你知道吗？这我知道，差点给把爱因斯坦烧坏了，知道吗？大马呀，大，啊，孩子跟大马太有感情了，你呀真是烦人啊，烦人。得，咱也别跟孩子生气。就是，咱俩聊会儿。咱俩说，那张娥的好多人都知道，嗯，我拜的是他父亲啊，郭德纲郭老师。哎，对，其实上别看啊，这个我跟他爸这么熟，嗯，其实上好多，因为徒弟太多了，好多个他父亲的情况，人观众也不尽了解。那当然。哎，真的，你父亲今年贵庚了？18。问你了吗？问你了吗？问的是我爸爸，哎，就是你爷爷哦。你看他是个奸细啊，他不傻，你看，别瞎说话啊，知道吗？你也烦人。嗯，问我爸爸，那能问贵庚吗？哦，那得问高寿。哦，你父亲高寿了？18。嗨，这不可能吗？啊，我今年19，我爸爸18呀，真是的，这可以上娱乐新闻了。没有，儿比父大一岁啊。我爸73年生人，哦，今年42了。哦，那属什么的？大马。大马，问你了，行，别瞎说啊，真讨厌。行，我告诉你啊，打现在起你不许说话了，知道吗？大人说话，小孩老瞎插什么嘴啊？一句话不许说，知道吗？谁问你都不能说。别人问你说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告诉他师傅不让你说。哪怕我问你，我说徒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得说您不让我说的，明白吗？嗯。就得管。是。前两天啊，我还看见他爸了。嗯，在哪儿呢？哪儿？北海公园。我爸爱逛公园。哎，我进去一看啊，嗯，我师傅跟前面一人遛弯呢。呵，我赶紧过去就说了，嗯，我说师傅，您干嘛去啊？打招呼。你爸没说话，离得太远了，啊，没听见。我过去，我长一吊门，我说，嗯，师傅，您干嘛去啊？我爸说什么呀？你爸还没说话。你呀，啊，可能他想事儿呢。啊，你惊动他。我过去一拽这袖子，我说师傅，您干嘛去啊？我爸爸说什么？你爸还没说话。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？你不让我说话。去。